七八好不好？六百敢无，让免钱给三斤的蒜鱼，上千给钱，五百好啊。来五百，七八够上哩，七八够哩。我来讲哦，这三包啊，重量啊，四斤，一四斤蒜鱼我袂你五百，一斤蒜鱼我七百二十五块，你连收了免收，好不好？我来讲，一二三四五个的价钱，新价钱的让给五百来。五百，有人要食正品蒜的无？鳕鱼汤包，这烧番薯两千八，有够油的啦，来五百，上面食五百。五百，拢有啊哈，我来讲。这四斤哦，五斤半，一半房租卖几？全部三个，今仔做三个鱼蛋，买着退钱，先给钱，五百了。来五百，来，上面吃蒜鱼头都无？五百，正片蒜这一斤七寸，无一百块来五百，上面吃五百。哎，五百。拢有啊，想法解决。你全部做三千块。哎，五斤半嘞。五百，五百啊！冰箱冰了，冰起，这冰爽，这不是鱿鱼，在我这打，我的蒜鱼，放心恁买，今仔日七斤三个冰了，恁冰起，干那今仔日呢？五百好了，五百好了，来五百好了，五百好了，五百，五百，哎，好啊，乖乖，五百，五百，啊，五百都无啊，都白讲，谢谢。 谢谢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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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五粒哦、喔，这好食上上名东北水饺，皮薄馅多，唔免上正话上正，这间厂商台湾省有名的水饺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要一百、两百、三百，家己呛下，最后一张新价钱的一百两。来来啊！来要食韭菜水饺，你好吗？一百哦，一百块，来要食韭菜水饺，一百块。加两包啊！两包，两包，两包。来要食韭菜水饺，两包。过来要食韭菜水饺无？五十五粒，一百块尔。一百块上面只有一包，哎，来边两包啊！一包够两块钱无？韭菜水饺，这物件只两包啊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哈，来谢谢。这包水饺多好吃嘞！哎，很好吃嘞！来，好嘛，这个，等我，我去拿一个。还差八百，谢谢。六百来啊！六百，来先，挂好费，挂好拢收掉。六百好嘛？来，好嘛，给钱的收了的。来，好嘛，好嘛，这边给钱的，好嘛，这边给钱的来。来吃，来吃，来蛤蟆，来个来个吃啥？来个来个吃啥？铁路排骨哥哥，我那边那边。花椒鸡哥哥，半斤半肉牛腩哥哥，来，到了要吃排骨了，铁路排骨，我这个排骨嫩个汤啊，你来当吃看卖啊。我免让你开三百，二啊五都唔免啦，好不好？一个人买就是新价钱啊，两百块了。哎，两百啊！有人要食铁路排骨的无？两百块了。到人要食排骨的两百，这条个你，这条个送你，这条个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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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条个你，免三百，两百三要食排骨。哎，两百啊！铁路大排啊！汤哥好食，这条个来，这条个来，两个两来两百三要食两百。哎，两百！有人要食排骨的无？两百块而已。拢有啊吗？两百。哎，两百。谢谢。过来，那个休息。来，不要空调，不要。来，这里有没有吃？你这是花雕鸡啊，鸡汤啊。这鸡汤啊，你这哦剁个一块一块鸡腿吧，规支鸡腿吧来做。这一包外口用过好，才三四百块。你这汤头来你看过，你若兄滚哦，你刚才滴两滴啤酒，你啉哦，哦暗时还袂看。一包来三百，两包都六百嘛，还免六百。这种鸡腿包保证的哦，五百好不好？四啊五拢免啦，斤两三四，五个人加一人加两鼎花雕鸡汤的，汤头甲鸡肉食着，你好好，唔免五百，先加钱啊，三百了。来三百。来，要食花雕鸡的无？三百好了，三百。三百啊。三百了，花雕鸡够冒一箱吗？冒啊。一箱了吗？哎。
一个人给两点，来一个，一个人给两点哦，五个了，先给钱啊，200好了，来200块钱啊，200，来200，来钱，来花雕鸡，来200，好，我再吃啊，来200，来200两下，来个人要吃花雕鸡的哦，给他给俩，来200，美女好吃，掏钱啊，掏多少啊，来钱啊，最后一个200好结束，来200啊，掏钱啊，谢谢伯，来啊，最后一只是100无，最后一只是100，好啊。来，底卡给个，底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底卡给个，谢谢。龙兄做一个，我给你龙兄做一个，哎呀，安尼要紧，哎呀，哎呀，安尼要紧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来，我你啊归位了，以前给你啊注意，莫个病的，莫个病的，来，800，谢谢。这个路贵啊，今麦的话这个路贵啊，这底卡，这是汤的底卡。一鼎、两鼎、三鼎、四鼎、五鼎、六鼎、七鼎、八鼎，九个人在搞买了。我一鼎不爱甲你花500，不爱甲你花400。这包猪脚吃掉，你可惜啊！上先给钱的先赢，100好了，100好了，100好了。来，下面讲后面，要上最新的猪脚汤啊，100好了。100哦，来100块了，100好。来100块了，100好。100。我今日是买酒，我买啊，我100。来，还有几块哦？还有多少？谢谢。收起来。今仔日哦，恁是拢大出手的今仔日。那个姐。好了。你给他炸一下。好了。啊。来，姐姐，我先过来。喂，好些挂几只啊？睇下几个。好啦，阿婆来啦，其他啲乌皮乌啦，好不好？我先送出去啦，快点啦。哦，蛤蟆。蛤蟆啦，哟。一切方便。哦，我就是啊，就有伊啊。阿姐话咁讲我吼，阿姐，一个人要做的话，卖要两位。你卖问我要创啥物啊？300、500免啦，啊，十秒钟我咧给钱，十秒我讲了就拢卖都给啊，今仔比较紧的。先给钱的先摇，100了，100了，100秒，八秒，7秒，6秒，5秒，4秒，3秒，2秒，100，好啊，继续，今天不要卖掉，100来进来哦，来100，来继续来哦，来100，好啊，卖个收，好啊，卖个几百，好啊，今天卖个给钱，有够，卖个给来，我老表，恁可以让恁加吃寡好不？来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来来收票，我先，迄张上贵迄张，来好啦，啊恁过来要食啥物？过来恁要食啥物？恁点菜我花无？到要点啥物菜？乌鱼子啊，乌鱼子1000元啊，来过来，1000块就好了。来一千啊！伊这一包70块，内底才10袋，拢够的吼。野生的男士，野生的我着摕10倍就对啊。大家拢讲一解，一包1000，两包1000，3包你买袂着。野生的新价钱，一包可能1000多。哎，一千啊！你要1000啊？2000？1000还是2000？一包500了。哎，500啊，一个啊。大概两百500的嘛，小车2000的，500买上面。哎，1000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哎，500啊。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感谢你，我来吃。来，佫要点啥无？谢谢啊！啊！对吧？你想几号玩啊？一号。我先给他发条几号的，对吧？你要吃鸡汤不？鸡汤哦。注意听啊！这只是鲍鱼乌骨鸡啦。上大只鲍鱼乌骨鸡啊！刚才这只外口餐厅煮的，应该超过1000块以上啊！鲍鱼乌骨鸡上大只的啦，啊，我来讲，全部五个人过来买这只，这只当然你拢退兵煮的就好啊！因为这间工厂一定把你这只乌骨鸡煮到足好食的啦。你若要搁较好食，有一个方式啊！我这足侪人家哦，足侪年拢是安尼做的，我甲你讲一下，你无甲我买嘛无要紧，拢会来甲我买这啊！你来甲倒落一包鸡汤，你搁啊香滚看卖汤头甲鸡肉汁完全无同款啊！互你炖鸡啊，一包
这只卖让你开一千开八百，唔免啦，五只尔，一只买一只就好啊。那细只退钱，上升价钱，我这只若卖五百，你就买无这个鲍鱼鸡只大只，升价钱350了。哎，350。过来要食鲍鱼，鲍鱼乌骨鸡无？350啊。过来要食鲍鱼乌骨鸡无？350了。鲍鱼乌骨鸡。哎，350。350块，过来要食鲍鱼乌骨鸡。哎，350。这样钱啊？这钞钱啊？这钞钱啊？帅哥。哎，帅哥。帅哥，你相信我，保证大只八哥就有你欧肉。来，35走，最好这只35补，总分没有补。350没啊？我给要补啊。哦，35啊。我给那点哦，生食几缸，特别点那小份出去。350缸补啊，你要吃生食几缸？来个百的，来个百的。一半白来到，我来讲哦，我今日来要取啊，你爽啊？你是要吃两个，到一半白来到干杯取啊？有兴趣的手，你手举起来，无咩无记得有人要吃这两项高档的无？日本生殖干贝甲迄个龙虾，有人要吃来手举起来？啊，恁过来买啥？是要吃啥？另外，你甲起司猪排对不？我来化解无感觉。来，你先给这包半斤半肉，怎么吃？伊乌鱼子我包嘛。我收啊。伊这包是半斤半肉的牛肉火锅，这当然香，分量我少啊，啊，这一只干来牛肉面，一个半斤半肉牛肉面，又不是牛肉火锅的鱼啊白啊，啊，这两只干免700-800，你要吃半斤半肉，我来讲全部啊，五个平钱啊，半斤半肉牛肉火锅，这当然用我少，叫一寡饭，叫一寡面，介好食，新价钱啊，200了，200了，半斤半肉200了，200了。有人要吃半斤半肉无？200了，200，上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冲几个袋吗？几个？来。